把我那个同事带到我家去了，他现在还住在我家。两个铂金的是那个手环，可能加起来要180克，是给我女朋友的，放在家里面，然后现在就没了。好像就是用这种小袋子装，然后里面我以为是个运。你看到这个东西是放在盒子里面的？我没有仔细看，但是他讲的就我讲就像月饼一样的。他讲的跟你形容的差不多。对。他这个盒子写的是有珠宝的。没有，他这样的放在里面我是看不到珠宝的。我没有，我盒子放在桌子上没放袋子，就是单纯的一个盒。昨天我们有两个纸盒，有一个纸盒子丢掉了。没有，两个纸盒都给了奶奶。我到楼下，我们刚准备扔的时候，有个奶奶拦住我们说：“你把纸盒拿去给我。”是这个，这手里没有盒子。昨天来没了，昨天来什么都没了。你问那个是你昨天下午那个纸盒子里面有东西，上两个银镯子样的呀？拿的是空的，你看吗？你纸盒都没了，昨天下午纸盒都没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的。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，男子朋友声称从未打开过首饰盒，误当废品扔掉的理由在监控证据面前败露。妈收拾架的时候，还是放在单子里，就最后下楼下楼梯走过楼梯道的时候。垃圾丢掉了，然后刷车之后晚上返去。